在清朝同治五年，也就是1866年左右，曾做过肃王府护卫的董海川，开始在北京手传八卦掌。董海川幼年习武，又曾游历大江南北，他吸收了各武术门派的长处，结合道家修炼之术，创出了以转圈为主要练习特征的八卦转掌。这是八卦图，叫后天八卦图，是根据周易书中八卦爻象画的，它利用阴阳变化象征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变化，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。八卦掌以八卦来解释自己的运动形式和权利。目前流行的八卦掌主要内容有定式转掌、变式转掌、散手掌等。定式转掌又称定式八掌，由八个单式组成，这位走的就是定式八掌。这个架势叫下他掌，掌心向下沿着圆圈而走，这叫平托掌，也是按圆行走。平常练习一个架势就要走很长时间呢，现在我们把它的行程缩短了一点。双撞掌，托枪掌，指天画地掌，托天掌，阴阳掌，推磨掌。定式转掌是初学时最基本的掌法，看起来虽然简单，走正确了并不容易。像走步要两脚平起平落，离地不过7-8厘米，好像在泥水中行走，所以叫汤泥步。转身走掰扣步，颈项要直，两眼平视，沉肩坠肘，身躯下坐，气贯丹田。八卦掌属内家拳，主张以意领气，以气领力，意气力结合，运气完神，就是通过意念贯通形体四肢的动作，使大脑、血液、四肢和五脏六腑都得到锻炼，因此它是武术和健身兼备的拳种。八卦掌另一个基本掌法是变式转掌，叫游身八卦连环掌，俗称老八掌。他练的就是变式转掌，以掌势的变换为主，练习身法、步法、手法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劲力的转换。
中有刚，刚柔相济，周流源火连绵不断，尽力暗含其中。初学的人练完这一趟，就会汗流满面，气喘吁吁。术是师承相传，口传身授，因人而异。八卦掌最初授传者都是带艺投师，因此从第二代传人开始，就出现了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流派。就是在大的风格流派之内，由于师传不同，也存在不同之处。中国武术门派之多，恐怕就在于此吧。在八卦掌中就存在隐士、程式、梁式和樊式、宋式等不同风格。前面那位红衣秀女走的基本上属于程式风格，这个年轻后生的打法就为梁式风格。白衣秀士练的就是隐士风格，冷脆快猛，与前面两个迥然不同。前面介绍的是八卦掌不同风格的基本掌式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编排加工，就形成了武术表演中的各种套路。这叫九宫桩，八卦的八个方位加上中央，称为九宫。每个方位都代表一个数字，从一到九，五居中央，横竖截三个数字相加都得十五。从一到九按顺序练习，叫穿九宫。穿插绕打，深截不灵，是八卦掌练习攻防技术的一种民间方法。64掌，又称64手，它分八趟，每趟八掌，何为64掌？这是直趟练法，也有转圈练习的。64掌是练习攻防技术的基本套路，拆开每个掌式，都能在攻防搏斗中使用。下面简单介绍几个掌式，这叫进步调掌，我们看它如何使用。先拨开对方的防御，攻击，又被防住，再破坏防御，再攻击，随机应变才能得手。这是进步踏掌。进步踏掌，手脚并用。这是卧虎跳剑。攻击中顺势抓住对方手腕，使其被动，同时上步把对方摔出去。中国武术是攻防技术的组合，是在攻防搏斗中发展起来的。
八卦掌在攻防技术上以步法与掌势变化为主，这是两掌交替变化。看他在两掌反复出击中借对方防御中的漏洞抓住对方，顺势破坏他的攻防态势，使对方失去攻击的能力，进而攻击。再看一遍，攻防方法的使用是决定于对方的攻防态势。俗话说得打哪儿就打哪儿，因此掌势就有许多变化。像这一掌是击腹部，这叫掖掌，击在胸下。这掌击在上部，这掌本来想击对方上部，可被防住，于是转而勾锁对方的脖子，顺势借力，以四两拨千斤，轻巧取胜。掌势的变化是极其丰富的，还有三节变化。三节就是根中梢三节，比如肩肘手就分为根节、中节、梢节。先用掌，后用肘，再用肩，三节连环使用，得用哪儿就用哪儿。攻防还要讲发力，打出去的拳软绵绵的，没有威力，攻击虽然得手也不起作用。发力要始于足，主在于腰，达于梢，使力有根又集中于一点，而且还要放长击远，打出透力。压核桃属于雕虫小技，如果用力得当，连石棒也能切断。嗨嗨嗨，八卦掌的技击特点还有利用拧翻走转化解对方的攻击力，使对方的攻击落空，并转而借力攻击。看穿黄衣服的被抓住，可他随对方之力转身化解，然后攻击。挥打踢拿是攻防的手段，拿的关键是利用反关节顺势巧拿，这就是反关节。反关节反关节反关节，利用人身体关节活动的弱点制服对方，就是反关节。八卦掌练习中还有各种器械，这是枪、刀、剑、
子母鸳鸯月。这叫对劈刀。刀枪剑戟已经失去了当年战场上的威风，但还不失为锻炼身体的器械。在运动形式和理论上都有其明显特征，成为中国民族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为广大群众所喜爱。今天还需要用现代科学手段深入研究整理，使其发扬光大。